王先生那边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融资，对，股权转让也是他们一个大问题。嗯，核心的东西我都整理好了，待会儿我们可以线上会议集中讨论一下。好啊，5分钟 OK 的，没问题。好好好。走之前，我有些话想和你说。说，我们什么关系？我知道，你暂时不会考虑跟我结婚，可是我们也要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我们在一起的期间，你不可以约会其他人。第二，可以不爱我，可是你不可以喜欢其他人。最后，我们每周出去两次，好吧？你有在听吗？不好意思，客户的消息我必须得回。我在向你表白，你可不可以认真听我说完？罗马，你的世界里是不是只有爱情？当然不是。可此刻是的，韩苏。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摆在你面前给你看，可是你的态度把我的心踩碎了一地。上次被你踩碎之后，我自己滚到一边慢慢的修补起来，可这次我没有想到它碎得这么快。我真的没有时间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先回吧。Hello，听得到吗？Hi Sophie，我听得到。Hello。我们先稍等一下，黄总还没有上线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不只是若隐随形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闭上眼睛，用心看清。我真的爱你。Hello，黄总，好久不见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律师楼的韩苏律师，他将会主负责咱们这个项目。没肯定总是在。黄总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盈天律所的苏菲，韩苏律师。